fille. Let's begin the countdown. Are you ready? Are you ready? I'm not sure if I'm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is. 再一步划算，我站在终点等你，秀出你的成绩。又想念太彻底，曾离开这里两年后的我依然爱着你，想要赶一场越野赛和你把梦想重新刻进外壳里。山路并非开始兴奋，忘记全部世俗的新闻，因为你面对的是宁海白玉天鼻的精神。 真快崩了，从来没有这种期望的感觉。本来想着这个下坡技不好，想抢点时间的。你小心点。这一届平海一100是要将所有的大众跑者调教为精英，就所谓的高速赛道，就是你不能停，你一停就给你掐了。还好，真管了，对对。 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一分钟。对啊，一分钟。我们刚才已经喊了，就尽快，一直在。找不了啊。还剩20多公里，当然要完赛，爬也要爬到。压枪了，压枪了！但是还好没有想过放弃，就是在往前冲，往前冲。最开心。哎，我把我自己感动到了。 享受从白天到黑夜的所有的过程，完美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每一个能站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员，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棒的。希望下次所有的王者还能站在起点。